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土耳其地震灾情牵动人心，中国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解冻起来。很荣幸，我们今天能护送三名南京三天救援队队员前往广州转机，他们将向险而行，驰援灾区。在此，我请代表中国东方航空向你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。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致敬他们，也致敬每一份营救生命的努力。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，祝你们早日平安凯旋。谢谢。